最困难就是第一个天气，一刮风却担心把这个帐自己睡的这个帐篷会不会刮风刮走了，确实冷，很冷的，冷的要命。起大风时候，落些石头，跟我们两个拳头一样，那是随时都吹下来的。 水都冻成冰了啊！第一天感觉头昏，然后第二天就有点拉肚子，第三天就呕吐，就下来了。早上起来就头疼。这个睡袋上面搭的那个棉睡嘛，上面就是全是湿的，真的。5,000、6,500搬运物资啊，人是搬不上去的，需要靠牦牛啊来去搬运。最难的就是我们这个光缆，因为我们的光缆是3公里一盘，一盘都是1200斤，而且这个光缆是不能截断，一节一节往上扛的，而是需要整盘往上扛。 在这个搬运的时候，把光缆缠下来，盘成一盘，一圈一圈的，一人扛一圈。根据自己的能力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一人扛300米，一人扛200米，然后中间留两三米的距离，然后这样扛上去的。我还是有信心啊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吧，把我们的那个整个的这个6500。 这个基站建设攻坚这个任务完成，也有信心把整个的我们测高和5G 直播这个通信保障这个工作圆满的完成，形成我们一个 NSA 和 SA 的一个两条链路的一个打通，优化本地网的结构和传输设备的一些扩容，提升我们这个通道能力。 最终才是把我们这个5G 信号送到中通大本营。它使用叫 MIMO 技术，咱们4G 天信号上面走个车，载客能力是6个人的车，是这个5G 电波可以走16个人。它的速度到底有多快？哇！ 手机1.7个G 了，上传速度180兆每秒。我们的基站能覆盖6公里以上，而且是建站那个基站到峰顶就是直通的，没有任何阻挡。感谢移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的这个全力支持。大家都为了国家的事情都在努力，而且我们失去也保障安全。我在这次联合在全球的实时状况，我经验传给全国人民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在这里呢，真的还要感谢中国，感谢一股。